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欢迎乃瑜出场。姐姐告诉你要做什么动作，来，你看姐姐，姐姐请你先转圈圈，要笑眯眯哦。好，转一两圈就够了，再转下去，阿姨等一下不会问你问题了。来，看着前面，妈妈也都在前面，把手手打开。还有嘞，还有什么姿势？觉得自己最漂亮的姿势是什么？你平常做什么动作最可爱了？有没有什么可爱的动作？想一下，有没有？什么？啊？Bumblebee。对不起，我没有那个翻译举落。好，那你再想一下，还有没有什么动作？妈妈说，妈妈，你看，妈妈，你看妈妈的动作。妈妈说，妈妈说，你可以把手打开，然后说谢谢，然后这边也谢谢。好。可爱耶，然后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乃瑜。乃瑜，你一出来就一直对我讲话耶，可是我没有听清楚，你要不要再说一次？像这样子意念传导我接收不到，说出来没有关系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是没有接收到。好，那是很难的。乃瑜，我问你，你今天也是来逛街的对不对？是。那你本来有想要来这边买什么儿童节礼物吗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想到要买的儿童节礼物了？有。有哦。可是你现在看到所有的这些哥哥姐姐，还有这些大人们，他们给你的掌声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儿童节礼物最棒了？有没有？有哎，他有哎，让我们掌声。真的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，那我们也请妈妈，就是阿姨妈也一起上台来，可不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呢？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，因为这个机会也很难得。妈妈，你要不要说说今天来到这个地方逛街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触动你，想要让我们乃瑜来参加活动？我是从美国回来玩的，然后那个我爸爸妈妈说那个有汉服这个娃娃的大象，然后我们就想来看表演，然后后来他们说还有余额，所以我们就当场报名。所以你们本身在美国，从美国这样回来，你觉得在国外的话跟在台湾对于文化的传递这个部分，你有没有什么新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？因为我们就是都会看新唐人的节目嘛，所以小孩子也多少懂一点，不过他才3岁啦，所以有接触，但是还不是很深。好，非常谢谢。那妈妈来赶快跟我们的奶奶一起合照。所以阿公阿嬷有来吗？外公外婆也都有来。外公外婆在哪边？好，还有小姨妈也有来，来来来，难得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外公外婆还有小姨妈也都有在，能够一起呢，在这样的机会里面，其实我们相信很多在海外的华人呢，更加的感觉到中华文化呢保存下去的一个重要性。尤其呢，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面，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呢，透过了新唐人电视台的频道，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。我们也相信，这就是我们创办以来最大的一个宗旨。好，乃瑜，你要先看，因为这个哥哥一直没有办法拍到你。